好，我把那个任务解完哦。那我现在剩三叉戟，我昨天已经把那个所有门结束掉了。那三叉戟的话，就是你要继续。时间就过这么快，我们立马把它解完了。哎呦，现在已经可以打赢那个了。欸，所以你之前是先组练一只吗？哦，闭嘴啦！现在关。欸，这样有三杀级了吗？不要在那边骗哦。三叉戟很像蛮后面的呢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神兵的关系，所以现在已经打得赢了。你懂不懂我意思？我懂。恭喜平安又上榜了。哎。这游戏就台湾最成功啊，感觉原来是外国游戏，但我觉得台湾的玩家蛮挺的。首都给你们看一下，其实这个龙已经看腻了，我现在都看另外一边。